张艾嘉执导的新片《念念》获选在第40届多伦多国际影展放映，导演张艾嘉亲自出席影展，并且接受专访，畅谈拍摄《念念》的心路历程。走过年少叛逆时期，并且晋升为人母，张艾嘉说他现在更能理解年轻人的心。《念念》这部电影就是试图表达人与人之间对话的重要性。我希望只要年轻人能够跟自己的亲密的人，不管长辈也好，同辈也好，其实我们需要一些对话。那我本来在最初的时候，念念的戏叫对话。1990年代，多伦多国际影展就为张艾嘉举办过作品展，双方的渊源甚深。今年中港台参展的14部电影当中，就有3部看得到张艾嘉的身影。他笑称自己对中港台都有些贡献。我国驻多伦多台北经文办事处表示，多伦多国际影展入围门槛很高，能够获选参展相当难得。他是要求门槛很高的。那么今年呢，据他主办单位跟我讲，大概有6000多部哦，他们只选大概300多部。另外，台湾导演侯孝贤执导的《刺客聂隐娘》以及蔡明亮导演的剧情长片《那日下午》也都在参展之列，与香港、新加坡、大陆等地的作品一同放映，呈现华语电影多元风貌。